BioRing 拥有生物电阻传感器 ，Bio 这项技术，还以为是什么开运改运器，紫水晶魔戒之类的，每一组水晶都你的专属命理号码。现在订两组来装一个开运小项链，对，开运紫水晶开罐器，每次开罐都像开运。BioRing will measure all and can be easily customized to include smartphone notifications。我看这应该是潮的，潮潮潮，贵钱。啊，我能就是钱的。之后都有健康条款。就是平安套的。是不是好玩，只要感受到他有点膨胀，你的手机就会响，你打一炮了。人长一定会想说，你已经很久没有想干人家。然后 Siri 直接帮你找附近的那个，附近的那个服务的那个服务点，附近变态服务据点，服务据点，突然之间变买春城了，买春城企业好用。如果他这个健康魔戒，泡在鱿鱼汤会有用吗？脚趾哎，脚趾说不定可以啊。戴脚趾干嘛？就试一下。哦，那那个你是不是想减肥？是不是很在意？观众都留，言了。哎呦，是减肥是不是？你是在意人家眼光？是不是很在意人家体重？可恶，还藏在脚趾里。想减，我连戴个指环都要被人家问，那我就只能戴吊环了。戴吊，吊完就不会知道了。吊完就不会知道了。个人我要当吊环王。妈，所有一切以吊为中心的产品都藏在裤子里。好。健康塞剂，健康塞剂哦，健康进去，差不多猪饭，很久没有那个吃青菜喽，很久没有吃青菜喽，直接切掉要变身，切掉哪里啊？小鸡鸡啊，不是啊，切腰带，切腰带变身，我们这个假面骑士哦，变一半，你看，切变身变东方不败。